这么武断，凭什么呀？这是哪里来人？毛头小子竟敢在天罡殿胡言乱语。是赤珠是送晚了，但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，是当初我吞了赤珠才耽误了行程。赤珠关系到天下苍生，就算被你吞下也有办法及时取出，情急之下剖腹取珠，未尝不可吗？你是国玉妖师，孰轻孰重你没个判断吗？孰轻孰重啊，天下苍生是重，我就是轻呗。天下苍生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哎呦，这就是你们天罡殿守护百姓的准则呀。天下苍生，国玉妖师的职责是不是除妖？那入云村和八宝镇妖邪作乱危害百姓的时候，他就该置之不顾吗？比起你们的冠冕堂皇，他更珍视普通人的生命，何错之有？胡子，闭嘴！你忍得住，我忍不住。我们在大战血举妖，守卫八宝镇的时候，你们各位在干嘛呢？长了张嘴就会指手画脚。